前一天，这个是1月17号，对，然后1月16号的时候呢，前一天大家都很焦虑，说不知道该穿什么。那这时候马绿波的一位长老叫做叶福来，他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召回来，然后跟他们说，我们就用你们的才能，我们就制作出自己部落的服装。于是乎，你就看到这一件马绿波的第一个撒奇拉雅族的族服。男生的衣服有了，那女生的衣服该怎么办呢？女生们其实在很烦恼，就是说到底应该要穿什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经过前头目的庄丸丁的拜托之后呢，终于乡公所开了一个家政班，然后让部落的妇女呢，可以透过自己的手势去制作出这样的一个族服。那在制作过程当中呢，其实部落妇女也发挥自己的巧思，他们认为是说，既然已经证明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更乐观的来去面对我们的未来。所以他将他们的这个颜色呢，做了一些比较鲜艳的调色，譬如说从一个土金色，然后变为比较鲜艳的亮橘色跟宝蓝色，然后来衬托出自己对于证明之后这个新的族群的一个期待。在这样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这个服装呢，它都是部落的妇女在日治时期所穿着的服装。那它横跨的时间分别是1905年到1945年之间。那你会觉得说这个服装啊，它看起来就不是就跟阿美族好像差不多吗？没有错，真的差不多。因为在当时日治时期的时候，其实物质条件都蛮类似的，那你也很难去创造出新的服装样式。那但是呢，他们在这个服装上面会透过一些手工的差别，譬如说像是刺绣所制作的出的图文，来去分别出自己部落跟别人部落不同的特色。那个过程是因为我以前在做盐的填调嘛，然后要为了要弄那个词典，做词典的时候，我天天就是往部落跑。然后去找附近的萨基扎亚的老人，然后去问词汇，就聊聊聊，跟那个阿妈聊聊聊，然后就聊到那个衣服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有两套衣服，是以前他的婆婆做的，然后他就去他楼上拿，楼上之后他拿的是比较破旧的那一件给我，他说这个衣服是一百多年了。然后这个给你这样，所以有一点一些些的破旧，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放在家里，等到老翁了，他在谈这个文物展的时候说要用马丽云的，我说我有，才有那一件，然后我姐姐她也有一件嘛，一套，她也是一个老人，让她去复制做那个，啊，等到那个老翁要策展的时候。他也说我这边也有一套，所以会有两套两件衣服是这样来的。后来我们又在设计了这个，在缝制的时候，其实声音不是很大，只是说，不是已经有衣服了吗？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做这个衣服？毕竟他又在创新，然后但是声音不是很大。有的人是看到那件衣服。在外工作的人，或者是已经离开部落的人，在外面的，然后看到那个衣服，竟然是会掉眼泪。我不知道他们感动的是什么。对啊，就说这个就是了，这个就是了。他们是不是看那个样子，并没有，因为他的上衣并不是像阿美族那种很红的。然后是原来那个把历史穿在身上那个颜色是一样的，我是说上衣的部分，然后它图文上是也差不多，只是说它是用以前的那个样子，就是很像和服那种的，有没有？对，它并不是那个扣子扣在前面那一种的，所以当有些长辈。看到那件衣服的时候，就说这个就是了，这个就是了。所以你要说那如果这两个衣服做比较，把历史穿在身上，跟现在这个衣服，其实后来他们在外面的人反而比较接受现在这个。
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全排斥原来的，对，他有他的喜好。其实这个衣服哦，当它诞生之后，每一年的玛丽琳的丰年祭，其实都在讨论这个衣服，它到底要不要用成人来去穿。那它在现实当中，其实它也受到了很多的挑战，因为大家其实已经买了很多的衣服，也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钱。然后这一套衣服，因为大家审美观不一样，女生又会更有各自的心思，再加上我们多的女青年，其实还没有一个可以一起讨论意见的共识的一个机制。然后再加上还有另外就是说，也不是就青年在讨论，就还有我们还有妇女会，所以整整事情就是他还没有那么快去决定，但是他这套衣服就确实他变成是一个讨论的选项。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。不管他最后是不是整件，或者是要怎么样调整，那这是一个过程。我其实还是觉得他就是一个，他只是一个选项，让大家去讨论是不是要穿这个衣服。但是我始终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不要把过去的东西太容易的就丢掉，因为这个是老人家留下来的东西。如果没有老人家，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我们啊。如果那个他们以前的东西我们都不承认了，然后都轻易的放弃掉，那我们现在又要怎么说自己是萨克拉呀？这个是我的想法，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们一直在等我们自己部落的衣服出来。很多族群，不管萨克拉雅族，或是阿美族，或是其他族群，他们都有属于自己部落的衣服出来。那我们也想要有一个归属感，对啊，因为大家可能既定的萨克拉雅的服饰就是那样子，但是我们也想要。像别的族群一样啊，哎，这个是属于我们族群的衣服哦，那种优越感，我们也想要这样子的感觉。我们自己穿起来，我们也觉得很有归属感。这个不是我们族群的，我们部落的衣服，是我们部落的故事哦，这种感觉穿在身上是跟别人不一样的。做那个几个回路的展览的时候，要特别去诉说那个老人家那个百年前的黑色的服装。我其实看了他看了蛮久，然后后来也是被点醒，就是突然有一个灵感，就是说这个服装最重要的并不是他的多老，或者是他长怎么样，而是他背后的那个含义，那是一个母亲跟女儿的关系。生产者是母亲，然后母亲也是管理家里的。然后他也是在去传递家族知识的那个人，一个女人要怎么样去带领这个家族、这个家庭，一定是她的妈妈去教育她，就是说你以后是当家的，以后这个房子要交给你来照顾，那你要去学这些东西，然后再搭配一些我听到的那些蚂蚁们他们的一些故事，所以我就决定把这样的一个。想把它寄托在这个歌声里面的，所以就是这样。乌库库努达泰纳，乌苏里萨伊乌玛，米拉伊巴巴鲁玛，伊萨苏尼阿玛乌拉。米拉阿瓦瓦，阿伊那阿伊那阿，不撒巴西克都不买它，不来来努买它。你人好娃娃，阿姨要阿姨拿。
是独自飞，你人好啊哇，阿姨你好，阿姨那呀呜哈那呜，阿姨呀，阿姨。